郭董事长有跟我约定，都不对外说。既然郭董说了嘛，说有谈过，我想谈的内容、方式，我还是回到，请大家去问郭董事长。摇起来，摇起来！好，谢谢，有了，有了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郭台铭有宣布独立参选，会不会觉得说他不守承诺？而且他还说他有跟市长您谈过，是什么时候谈的？而且会觉得说郭台铭这个姓关公是姓贾的吗？郭董事长有跟我约定，都不对外说。既然郭董说了嘛，说有谈过，我想谈的内容、方式，我还是回到，请大家去问郭董事长。我是国民党征召的总统参选人，尤其经过全国代表大会全力都通过了。既然我接受了这个任务，我参选总统的态度从未改变过。我一本初衷，扛起责任，勇往直前。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，我们一起努力。谢谢大家。想要喝咖啡吗？下礼拜。现在希望说，不管是就是可能会牺牲他在中共那边的这个资产，他也要换取台海的和平。他会觉得他是最顶的科技玩家。对郭董的一些言论，我不予置评哈，我们都尊重哈，谢谢。那觉得说